看自己就做的软一点。手擀面是不是？嗯。你说多好。嗯。不粘哈。嗯。一抖了都散开了。这是串串，谢谢。串串看看。嗯是哈，嗯，放几个鸡蛋呢？放仨吗？那是干啥的？这种不管把西天大号的屋也整孩子在里面现在还有盘子吃一盘吃上一盘子菜可不少吧豆芽可不多一炒就没多少炒面出锅，准备上桌。你走哪吃啊？翻过来，多搁点汤好。好了，咱们真的饭上来了，咱们不用再可以吃了啊，大姑娘。哎呦妈呀，这个这做了一摞啥呀？搁这块菜。菜。吃饭了。吃饱了。吃饱了。啊，你看看这有大虾。有大虾。他不吃。刚才真是都吃不少，吃不少了。嗯，吃不少冰片了，我整的冰片。这是甜。嗯。吃这个。尝尝这个面，这可好吃。嗯。嗯。烫吗？烫。好好坐着吃，手老实点啊！这就不干了啊！真的，嗯，嗯，那你放萝卜根儿啊，掰一根儿，掰一根儿吧。跟原来那不一样了，是吧？大龙，你那天跟大鱼买的不是什么吗？那是条，那是撕开的条。嗯，看见那是根儿，你这么点小根儿，不等它长大吧？嗯，不是一种，我感觉。扎身啊，扎身。嗯，哎呀，那怎么吃？烤啥呢？来，吃这个真是搁啥上吃的。嗯，这个不是搁碗吃的东西。大白哥，这不一样。你要错了。怎么的了？你要错了。这是你的？你看换成一样绿色的。再买点啥新的啥的。我会说，跟你说雪，嗯，他没有敲，你有敲，还挺尴尬的。还说出来一句尴尬的，这还是用词用的，你看。太正常了。嗯。爸有敲，他没敲，太尴尬了。那尴尬啥呀，姑娘？嗯，跟我敲的。敲没了。真敲没了。我可是爸，那可是我。我笑都没了，可是爸，这个可是我的。嗯，等咱下雪再跟你爸说啊。哦嗯